你知道一个女生可以懒到什么程度吗？我跟你讲啊，你千万不要被大街上就是闪闪发光不灵不灵小姐姐骗了，因为她家里面很有可能就是一个车祸现场。大多数女生家里是没有蟑螂的，因为蟑螂已经活不下去搬家了。不要问为什么，因为风，如果没有人找的话，他们周六周日能从窗上待一天，不会下场，绝对。什么洗脸床我都不下，我洗什么脸？有人看我吗？没有，没有人看我，我洗脸干嘛？想去厕所了，但是厕所真的好麻烦呀，因为我得掀开被子，穿好拖鞋，走上好几步，打开厕所门，然后才上厕所的正确步骤，而且还得原路返回。这么一想的话，他就不太想上了。千万不要问，哎，为什么今天头发梳起来了？不要告诉你，因为没洗吗？油的，到冬天我们的手很珍贵，是不会轻易碰水的。要过水的水果我就不刺了。所以冬天女生尤其爱买橘子、柚子橙，真香。我现在跟你讲，不是我吹牛，我已经感觉到一大帮女生拿大刀来砍我了。不说了，我先。